姜子牙，现在到底在干什么？姜子牙，好久不见。久违重回人间。不要！封神大战将功亏一篑。当年多少无辜之人死在狐妖手上。怎么办？放开我！宋锁，他会和九尾一起死。小九。计划好，我们到底该信什么？可怜你身在局中，看不清真相。君子三思，一切皆为草率。愿天下再无不公。住手！便走自己的道路。若昆仑不救，便由我来救。